我说我发愿跟你发愿不同啊，我要在这当法师，你问我这个我也得知道，问我那个我也得知道。我虽然不能全知嘛，我总要比你知道多一点吧。问题就是这样的，你干什么的就得做什么。人家世界上是什么职业就得做个什么职业。那我这个职业什么？我职业劝人家念佛，劝人信佛，劝人学佛呀。我劝人家学佛的，你劝人家佛学就先把佛学弄通，可以吗？你这个你读了八佛大一佛跟八了八佛一样的，但你必须得理解，你必须自己真正明白，一佛的功德跟八十八佛的功德是一样的。那听别人讲八十八佛的功德当然跟你一佛功德不一样了，那你要怎么理解？你这个得坚定信心，一人心若，你自己得坚定信心。人们一说你就说有动摇了。今天学华严，对呀，我说华严那太深了，你怎么能学得进去吗？你还是学点这个念念阿弥陀佛就好了。你也就跟着，哦对呀，念念阿弥陀佛好。你说你那一句阿弥陀佛功德不大呀，你要拜八十八佛，你那拜八十八佛差呢。你说对呀，一说哪有八十八佛功德啊，那数字说嘛还得八十七尊呢嘛。你都去跟拜八十八佛去了，这是你个人的思想问题啊，你自己坚定好了啊。如何参念念佛是谁？这是话头吗？如何呀？就是你就问嘛，念佛是谁？参呢？拜佛谁呀？谁在念呢？说嘴巴子在念，谁那个死了人嘴巴他在啊，他就不念了，气也不出了。说心在念，心在念只是意念嘛，一想也可以了，但是是哪一个心呢？是颠倒妄想心吗？你找找，念完了问问念佛是谁？这是无能观的，念佛是谁？究竟是谁呀？这就是参到一定时候破参了，第一步功夫做到了。破参并不是到家了，破参就不是不等于开悟，不要因为破参了，破参了第一个功夫入道了，懂得了念佛是谁，没有能念的我，也没有所念的佛，能所性空。念佛是谁？谁在念佛？能够找到这个很不容易的。从哪儿去提话头？照顾话头，掺和话头，掺和话头，这是一个了。你找话头干啥呀？念佛是谁嘛，不就是了吗？这个本身就是个话头吗？念佛是谁，这也是个话头。不止这一个了，还是谁在念佛？你或者是你说在这听经，谁在闻法呀？哪个在闻呢？是我在闻吗？是耳根在闻吗？这就达到他前头问那个反问文字性了，都是一样的话头，你可以随便念，不止念佛是谁了。那人有人说，父母未生之前谁是我了？那生了我之后我又是谁呀？活着这个是我吗？不是我呀。死了我还有我没有我呀？这都是话头啊，就你所怀疑的东西都是话头。你风从哪里来呀？为何有水呀？火怎么样升起的？不用教理啊，不用教理就糟糕了，话都掺不起来了。他又问我缘起吗？一切诸法缘起吗？什么是话都性空吗？那么话都掺不上了。禅能就起疑情，疑情越大，你的要悟到时候呢，你就越能够理解。有好多的这个当你没明白一件事物，突然间明白了，也没经过谁说，你自己就明白了，这也开悟啊，这也叫开悟。悟的大小，事情的深浅，它有种种层次不同。你看我因为我吧，我以前听不懂，那我拜一拜，他再讲，我忽然间怎么懂的，那也说不出来啊，怎么不全都懂，谁都懂了，怎么懂的？这里都是话头。当你以前不坏，你以前不信佛。我问你什么是佛，你自己可以问什么是佛，哪个是佛，这就是话头啊。知道丹霞主是批佛的故事吗？他到一个庙里去，他就动那个老和尚去了，他到那个庙里去了，天都很冷，他把那个佛像摆在那批都烧火了，老和尚跟他要打架了，他说什么我佛像都没了，他说我没有啊，我都是找舍利呢，我烧炼舍利。说那木头里头拿舍利啊，木头里没舍利，那就没舍利，我再烧一个。没舍利就再烧一个，这都是话头啊。他破他那个枝子了，等拜佛拜的不得开教，
把他拜的东西，把他那主观的那个给他夺了，就夺相取智，夺他那个相，取他那个智慧。嗯，咱没这个手段呐、啊，咱要批佛得下地狱，那是没错的。他批没有事儿了，为什么他没事呢？他认识这是不但是木头，连木头也没有啊，性空的了，对不对？得有那个本事，得有那个手段啊。说这个关于禅宗这个话头，如何能入定，这个很容易了。如何能入定啊？你可以学那个四教家的摩诃小止观了，那个这个入门八法了，这类的，我们弘一法师经验最多了。你可以问他了，啊，密宗也很多了。这个定得分什么样的定？清安也算定。如果你当时坐着坐着非常的愉快呀，身心清安，这还在人间里头呢。人间还有的，天上人间还九次地定啊。你定看三摩地定，看什么定？定的名称很多了，无量三摩地。这个你问这些问题呀、啊，嗯，那么你对佛教的这个教义啊，或者是干什么学习啊，这个念佛法门吗？你现在是怀疑了，你也不能说是现，也不能说不现。那么你这咱们这个道场就是念佛了，一天你也跟着念，到这斋戒了你也想求佛。那就说是你对佛教应当好好学一学。有好多大友啊，嗯，不管你过去那是大学生也好，或者你当了教授，你当了博士，我说你对佛学还是小学生啊，有时候还没入门啊。我也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啊，但是事实是如此啊，事实就是这样子，这个不能假借的了，咱要老老实实的，完了老老实实学一个法门，不做圣心善境界。要做圣洁极受群邪，做何解释？阿弥陀佛。你看了一个殊胜景象，例如啥？你做个梦，你要做善解释，后最后我不得了了，我相应了，那就是魔。说不做善解释，不做善解，你道场用你的功吧，他就现他的吧，那个镜子。他也不管你好啊，相貌好相貌丑，老的小的，你来我就造，你走了我心里头感觉没有这回事儿，这样啊，无心呢、啊、这就无心道人了、啊、你也不招魔，也不做圣洁，也不做魔会，这个就有点算是开悟了吧，这个有智慧了，就这样解释了。那个这个做梦吗？一时候梦到魔鬼，一时候又梦到佛菩萨，那梦见啥梦见啥，梦见魔鬼我也不讨厌，你来也好啊，十法界里都有。梦见菩萨了我也不欢喜，这也幻化嘛，知道做梦幻泡影啊，也经常掌握这个。一做圣洁了容易入邪呀、啊、就知道了，修行也不进步了，我已经得到了，或者再向人家说啊，我得到什么，如果是一个出家人你供养我吧，我已经现在就修的差不多了，观世音菩萨都来了，我祖先菩萨都跟我干什么了，得完了，非招魔不可，这本身就是魔啊。这个问题也是这个在台湾争执很厉害的。以前我们印光老法师说呀，待业往生啊，但是我们新加坡有位法师还在台湾说呢，他说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净业，待业不能去。多次这个印光老法师这句话不对，我在美国就问我这个问题，说待业往生，待业能往生吗？往生还有业没有业啊？我们将来还受报不受报啊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他就还受报，成了佛了还有受报，示现跟我们众生说了，因果不亡，家父百千劫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。但是那悟得性空的道理了之后啊，那么呢，造罪的是我妄心，虚妄心造的，颠倒梦想造的，妄心歇了，心都没有了，那个造的业还能存在吗？说那个毛长到皮身上，皮都没有了，那个毛还能够存吗？不能存在了，对不对？说要人忏悔时候，要人要参坐端坐念慈像啊，动作入双路，慧日能消愁，嗯，可能这样的来解释，嗯，那么这净空所代表这个大业能往生不往生，我是这样给他们解释的，我个人看法啊。我说印光法师说的对，
什么样算是没业呢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是个阿弥陀佛没业，那究竟正佛果位，那么大师入世观他说他四现，四现也还有一份还没有成佛呢。那个莲池海会的上中下九品有业没业？有业没有业？他们都没业了，都没业都是阿弥陀佛啊，还分了九品干啥呀？有业，有业他怎么升级的？那待业不能伤，这个道理大家想想就可以了，我不要再多说。这人又有争议的，牵涉到是非啊！我这个有时候胆子特别小，我怕跟惹是非；有时候胆子特别大的个不得了啊！你要我弄，我还是要惹是非，还就往是非上找。但是我跟道友之间，我不愿意惹是非，因为我也不参加他们这个是对是不对。但是这个，因为你问到，我就跟你这样解释：但愿能往生。要不往生，除非假使说我业没有了，我还生极乐世界干什么？大家想想看，我业没有了，我本身就是大菩萨了，我这个坐这个坐这个椅子就不管都给说下去了，坐着就往下说，是不是？大家理解这个道理没有？说我没业了，没业了，我自己都成了个净佛国度，我还升极乐世界去，我都没业了吗？当然是业有厚薄了，业有厚薄了。我们这个因缘呢暂时到这里吧，这个留点未了缘。我大概是要能够因缘的好的话呢，不是唱功老法师啊让我跟他俩啊做他个下手吧，帮着他跟他共同的把这个跟大家多结缘呢。如果那样子呢，我这个手续能办下来呀、啊，能够常来台湾呢，随时我们还可以结缘。我想也许没什么问题吧，大概是没什么问题。等以后啊，我们再结缘吧。这个一时也说不到那么多啊，今天。